帽子出个琴音。Oh my god！ 哎呦我去，看人家这小资源准备的，160+140啊，顶配啊！这是卖号之前的一个最后的冲刺，项链没出专用，武器没出专用，腰带出个愤怒，衣服出个不磨，帽子出个琴音。琴音三点，琴音三点，琴音三点。OK 不 OK？ 哈少不哈少？鞋子我要蓝字吧。零是随便来吧，这一个琴音三叠顶一切了啊！琴音三叠92的防御头啊，还是自己打的一半型，武器531加体，腰带愤怒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老板别卖号了，我操！装备六件装备出来俩，一个愤怒，一个琴音，这还卖个毛号啊？网易留你呢啊！这两天我怎么了，兄弟们？没法播了，干啥都赚钱，大的小的都不行啊！还有谁？衣服加体啊，项链233，灵力不低啊，鞋子白板，戒指法伤加治疗啊，把治疗加法伤，气血加抗风啊，抗雾暴加气血回复啊，这一波俩装备，六件装备成本的话，应该是在10000块钱左右啊，一个愤怒腰带，一个琴音三叠啊，真香、哦！哎呀。